那刚才说过了，安装铜管的时候呢，可以明管也可以是暗管。现在呢，先说一说暗管是怎么样安装的。暗管呢，应该是在楼面底层钢筋扎好之后，尽快进行安装。用铁线把已经接好的水管稳稳地扎在钢筋上，然后要记住，不要忘了把水管的末端整理好。还要提醒大家，浇筑混凝土之前，一定要定好流管的标准位置，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留暗管的。例如，沿着客饭厅灯位300mm 以内，或者是门框每边100mm 以内，都不能有暗管。要不然日后安装吊灯和门框的时候就很容易钻穿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暗管就更不能安装在分户墙里面了，两边都是住房，那不是更容易钻穿？哦，那当然了，像我这样幸亏不是和岳母住在一起，要不然的话，一边是我岳母啰嗦，另一边是老婆啰嗦，我的耳膜肯定会震穿的。如果有横向管子的话呢，最好离开竣工地台面200mm， 免得日后定踢脚线的时候给弄穿了。还有窗口旁边的暗管也要离窗边至少200mm， 这样在安装窗扁铁的时候才不会弄坏。而且暗管还要避开所有混凝土和砖墙的接合处，要不然到时候要在混凝土墙钻孔插铁的话，就很容易弄坏暗管的。至于所有露出楼板用来进行连接作用的暗管呢，要额外安装保护，例如是用铁枝围着它，这样呢日后拆模板清理楼板的时候就不会弄坏了。另外，为了方便日后连接热水炉和水龙头，暗管要用100×100mm 的发泡胶包好，预留丝扣。而且要记住，发泡胶要用胶纸封好，不能把混凝土外墙弄破，不然很容易破坏了外墙的防水层啊。安装好之后呢，当然是要测试了。在浇筑混凝土之前，所有的暗管都要做侧漏实验，接着暗管要让承建上来验收，然后安排机电顾问再一次检验水管。验收合格之后呢，要用保护胶布把水管的连接处和外露的配件都包好。没错，包好了之后才可以倒混凝土，而且在倒混凝土的过程当中不能排掉水管里面的水，要继续保持压力。另外，为了方便水管管工和机电工程顾问监察水管有没有损坏，在倒混凝土之后呢，记住要在每一层楼的水表房保留压力表，还要继续保持压力，直到整个水管工程完成为止。所有的暗管在砌好砖墙之后都要再做侧漏实验，测试合格了，得到了工程师批准的话，才可以铺瓷砖。所以说，看不到的地方同样要做好，这楼宇工程质量那才会好呢。